八月十九日，有八卦媒体爆料，周也赖冠霖被拍到密会四天，疑似恋情曝光，引发网友热议，还公开了两人的约会时间线。七月三十一日，周也与工作人员从机场前往酒店，但没过多久，周也就单独前往赖冠霖所在公寓。抵达后，周也被赖冠霖的工作人员接上楼。没过一会，赖冠霖也回到该公寓。八月二日，周也离开赖冠霖所住公寓，前往横店拍戏。十几天后，两人又被拍。八月十二日，周也入住上海某酒店。傍晚，赖冠霖苏州拍戏结束，前往酒店。周也助理跟着赖冠霖进入酒店。八月十三日，周也、赖冠霖分别离开酒店，但两人全程没有被拍到同框的画面，是真是假，还有待本人回应。据悉，两人今年一起参加一档综艺节目《五十公里桃花坞》相识，如今周也被曝恋情，不少网友表示：“周也，你能不能清醒一点，专注搞事业不香吗？男人有什么好的？”还有网友表示：“宝贝上升期谈恋爱超伤粉的。”但目前双方暂未回应，等待本人一个回应吧。对此你怎么看呢？